好吗？左上角点关注啊，左上角点关注，左上角点个关注吧，点个关注。然后小姐姐坐这款是我们 XC60 的车型，它是 2.0T 的， 2.0T 换一个后排。2.0T 的车型，四缸的，它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 XC60 的后排空间啊。呀，因为主播身高1.73米，腿部空间还是非常够的，大概可以有一手掌的样子。我还做了美甲呢，对吧？不止啊，你这个不止，绝对不止一手，这个是五个拳头吧，大概它的一个空间，然后头部空间也是非常大的，那高的啊，它头部空间可以看一下，头部空间小姐姐这么高的身高坐在里面的头部空间上面还是不压抑的，它上面而且它采用的是一个全景天窗的一个设计，无处安放的腿。大家注意力都在哪儿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小姐姐，这款车型它是一个棕色内饰啊，棕色内饰。然后沃尔沃 XC60 的话，那这款车型它采用的是一个双语音的一个系统，双语音系统。谢谢关注主播啊，我们马上这场直播就要结束了。我们周六的时候还会有一场直播，周六，如果喜欢我们 AB 小姐姐的话，可以周六守候在我们的直播播播间，好吗？你看一下，可以来看一下，你觉得很奇怪吗？这个，对，看，我们让我们的小助理稍微动一下我们的镜头，稍微等一下。我们这样吧，我们看一下它的轮毂吧，往这边拉一拉。不要这样子坐着，那我们看一下那个车轮，车子的轮，车子轮胎发型有点好看，大家可以看，小姐姐可以带，你可以蹲下来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轮，不好，轮毂它采用的是一个多辐式的轮毂，它这个车型的话，这款有宝华尾件吗？我们顶配它是可以的，可以是有宝华尾件的，可以选吧，宝华尾件的那个配置，对，宝华尾件的音响，这个人肯定是非常有品味的一个。这个我们这个小伙伴肯定是非常懂车，非常有品味的，他会问到这个宝华尾件。宝华尾件它是有15个扬声器，它是1100瓦的一个功率，它里面是有一个鹦鹉螺的一个高音技术。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